用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主向门徒们讲了一个比喻：前面个做你的断路，不是哪能能跋落坑来，无徒弟胜过师傅个，凡受过教育个，就像一个师傅正。你昨日推着你兄弟麦当街擦石，就无推着你家己麦当街大量。你昨日对你个兄弟打，兄弟啊，我将你麦当街擦石扣出来，就你无推着家己麦来个大量。个象征啊，你所以将你个大量扣出来，才会推清楚，才会扣出你兄弟当个擦石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今日个福音嘛，耶稣主单前面个人啊，无变大，前面个人啊，那是就是两间拢在跋到坑里。伊本来是单出经师甲法利赛人啦，因为出经师甲法利赛人啊，伊人爱伊人个法律，罪过伊人爱天主，那是无真实爱天主个心，就无变去加福人去大人来接近天主。了伊人家己。以为伊人家己真好，真高真强，要传说别人，定定带别人一个，这个唔对，那个唔对，批评伊人。要说就当伊人出世界，那个如将家己麦来有一个大量，推袂掉，了别人麦来淡薄，所茶花啊，茶色伊人拢推会掉，意思当。推不出家己个沙拉，家己错，伫别人个拢总推掉。对咱家己个生活，有时本是就是，人那是感觉咱人不是专属个批评人啊，咱那是推别人哈，咱家人也好，外人也好，别个拢袂顺目，推别人这也错，那也错，去批评人。那是咱特不是有做世界太多，咱家己爱小心嘛。耶稣主单，咱就是做世界人啊。咱家己擘来有一个大量，咱传播，别人擘来淡薄的，淡薄一个茶花，咱拢来推掉。安尼，咱会做哩咩？咱就爱来照光耶稣，来耶稣来才有光明，咱才看会清楚，咱才会明白咱家己个。好，家己个莫，了咱个强损个圣经，咱家己个罪恶，了对耶稣主个福音去实践，了咱那是教导别人，那是用耶稣主个福音来教别人，唔是用咱家己，咱家己有本事，咱家己强，唔是，咱那是教训别人，那是教训耶稣主个福音。做老师个也就好，做神父个也是就是。做爸母的也是做些，咱若是爱教育别人，咱家己就爱家己先有活出一个福音的精神，安尼咱才有病好好的去领导伊人，使伊人行一个正路。若无咱家己行歪了，咱怎么去说服别人行得？所以咱爱听耶稣主的吩咐来。对耶稣主，咱才有变家己甲别人拢做行天主个道路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